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霭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霭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要第一次面对孔祥熙的家人，更主要的是这次旅行本身就带给他不小的压力。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霭龄内心的感受。据他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霭龄完全想错了。当他坐着一乘由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他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霭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霭龄的佣人仆役就有70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清咸丰3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张四恒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扶思国家承平200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2000余万；曹姓、贾姓，富各400-500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300-400万。介休县100万之家以十计，祁县100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1亿200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晋商这个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宗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宗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正业，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他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泛民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这个晋商就进入这个鼎盛时期。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
回到北京。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误国商业能力，常无此以对。读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现在要重新讲述晋商的故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在浩如烟海的官方史籍中，找不到一篇文章是特意讲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的。他们的身影会偶尔出现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但在这种笔记中又几乎很少讲到他们在商业上的作为。既然无法从文字记载中得到晋商清晰的印象，我们只好在他们留下的这些古老宅院中寻找他们的痕迹。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中部，离省会太原大约60公里。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6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200年。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400多年了。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集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
结果当时全国共有17家列入，其中山西3姓，徽州2姓。名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路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服。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啊，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啊，元末民初那一场农民战争啊，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这个战乱呢，中原地区是啊人口往事非常的严重啊，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啊。所以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呢，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400万。这个400万呢，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很多县制，包括佛山制、义城县制、临汾县制，至少我看了有30多部县制哈，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明洪武年间，由明政府强制把山西人口向各省迁徙，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山西人口上百万的人口迁出去。这样的话，为山西人外出，起码在外地提供了一个亲不亲故乡人这样一种地缘上的感情上的一种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好些人外出，甚至投亲访友，通过他们感情上的沟通，这种地缘上的亲情关系，使得好些山西人有可能向外迁徙，甚至于外出经商。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3-4千年的生产历史。《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20郡设盐官30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呢是10口之家10人食盐，5口之家5人食盐，就是无盐而这个饿食而终。就是说你如果不吃盐啊，就像现在我们通俗所讲的，不吃盐就要得大伯之病，那人人离不开盐。所以那个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这个盐是一个大众的商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与盐》。
在这里头他认为这个商贾的贾就是出于鲁，而鲁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瓷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匠役富商，其才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会。匠役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伊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你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正是由于盐业的开采和贩运可以带来巨额的商业利润，同时盐又是一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历史上的所有王朝都把盐业开采买卖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仅设置官吏专门管辖产盐区，还颁布了盐刑峻法，杜绝私盐贩运。如果谁可以从这种国家垄断之中取得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盐业的经营特权，都可以超常规的积累起惊人的财富。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明朝的时候，不是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这个蒙古人就跑到这个北边都跑掉了。跑掉了，包括这个他的军队了什么的都跑了。跑了后来，这他又一部分人，像那徐达，朱元璋那最那军事将领，手底下的军执政，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后来朱元璋感觉到才同意，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是就是以他们研究的结果的，就在北边设立九个这个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呢，这个军队的人数非常多，在一度呢达到了120万人。那120万人呢，就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那这个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洪武3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这个杨贤的，他就给朱元璋上了个奏的，提出个建议，就是利用这个政府控制这个食盐，哎，完了让这个商人把这个粮食用到边境上，那么政府给他一部分这个盐引。盐引就说的白一点，通俗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和他们的粮票什么部分那个。那么那个商人拿上这个盐引了，就可以只要给边关用多少担粮食，比如一般情况下200担粮食吧，那么就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俩回了这个河东盐区这些地方换盐去。那么换盐以后，你再去卖这个盐，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差额利润，商业都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了。这个政策呢，就是有三个好处，一个就是利于国家，而且第二个是便于这个商人会商，第三个也利于老百姓，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个事情。所以当时这个建议上去，朱元璋就很感兴趣，就下令推行全国。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利，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囤积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五仆借在河曲，土陋而民苦，田不能一园，园而取己于商，季春携青姿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携青姿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公元一六九零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一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又将锋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乱的贵族噶尔丹。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原内地的掠夺和侵扰做出反应，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选择了山西作为进兵的起点。山西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论是大唐的都城长安，还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难怪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都把山西作为互相军事攻击时最直接的通道。时空转换，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和平时期，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屡次征战，西北地区终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国家大局的稳定，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条件。
同时，一个面积广阔的市场向晋商敞开了大门。明清时期啊，中国的对中国的贸易啊，国内贸易、国外贸易有一个共同特点，和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以后的不大一样，不是这个资本主义那个商品流通的情况，它是那时候主要是贩运贸易，贩运贸易就异地从这个地方把物资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从另外一个地方再把它运回来。这种贩运贸易是这个时期山西商人搞的主要的内容。他们生于新疆蒙古地区，把当地农牧民所需要的商品从内地运进去，把当地的农牧民所需要销售的商品从当地把它运出来，并且把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以至医药都带到了西。我们知道晋商它的这个形成是有特殊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这个我想山西的学者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他们通过像食盐这样的一些专卖物资，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垄断经营等等来获得他们的这个在明清迅速成长的这个契机。另一方面，也就是可以说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他在全国各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包头，内蒙最大的城市之一，清乾隆初年，这里还只是一个叫包克图的小村落。包克图在蒙语中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后来晋商中的乔氏家族在这里经商，商业的发展使人口逐渐密集，生活不断改善。直到今天，在包头还流传着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民谣。富盛宫是乔氏家族在包头最早开设的商号。西宁，青海省的省会，这座城市在元朝、明朝时主要是一座军事重镇，到了清朝，由于晋商的到来逐渐繁荣，于是在这里有了先有晋义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晋义老也是晋商开设的一家商号。宁夏、内蒙、甘肃交界处的定远营，从名称上就可以推测出它最初的功能也是以军事为主，后来由于商业兴起被当地人称为小北京，而城中最大的商号祥泰隆为晋商开设。新疆地处边陲，为了能缩短从中原到那里的行程，便于进行贸易，晋商不惜从康熙朝开始，经过100多年时间，以几代人的努力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商路。乾隆朝曾任内阁大学士的纪昀曾在新疆戍边，在他的笔记中说，大古皆规划成来，土人谓之北套客。规划就是今天的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当时归山西管辖，城中商号几乎全为晋商所开。一旦掌握了西北市场的主宰权，晋商马上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在一座叫恰克图的小城签订条约，俄国商人终于获得了和中国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利。当时俄国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这种商品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甚至它在整个欧洲都是最挣钱的东西。
中俄两国之间的茶叶贸易最终导致了一条商业大通道的产生。它由中国南部的福建省为起点，终点是位于俄国的圣彼得堡，跨越欧亚两个大洲。这条商业通道俄国方面由俄国政府控制，它的另一段完全由晋商把持。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就是茶叶之路。这个茶叶之路啊，大的概念就是从中国的这个南方啊，远的地方的杭州啊，这个武夷山，就是现在的福建，再往近就是汉口附近的这个阳陆山啊、赤壁这些产茶的地方，采集了茶叶，主要是这个粗茶、砖茶，用这种茶呢。通过三系商人的组织，啊，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这个汉口起岸，啊，起岸就用这个高脚，三系商人把叫高脚，高脚是什么？就是骆驼、骡子，啊，这两种东西，主要是驼队运到归化城，归化城是一个大的集散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张家口，也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啊，整编，像军队似的那样一个驼队运到这个乌兰巴托，就是当时的库伦，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这个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恰克图在200年以前是中俄边境上一个最大的贸易口岸。事实上，这条路的这个交易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在同治皇帝那个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这个塔尔巴哈莱，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在俄国方面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的。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到1884年，以茶叶为主的对俄贸易，在大清国的对外贸易份额中，仅次于对英贸易。但是，如果除去英国对华贸易中鸦片的生意，则大清国与俄国的贸易额要远远大于对英贸易。而这项贸易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由晋商做起来的。马克思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中提到中国的有两篇文章，其中一篇主要讲的就是中俄两国的茶叶贸易。平遥，山西中部的一座古老县城，无论是它四周环绕的高大城墙，还是随处可见的明清民居，都给人一种岁月悠远的感觉。在平遥西大街上，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这里过去是一家商号，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今天许多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但从外观上很难把它和我们印象中的银行联系起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学者们在今天如此简陋的地方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呢？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做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为此，他开办了这间叫日升昌的特殊商号。日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他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贷款和汇款这些业务。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
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30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他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他们统称为山西票号。那么山西省是分布全国各地，他这个贩运货物往往都是当时开始都是运送现金嘛，那么陕西省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有陕西省人首先创办证据投票号，是吧？解决了陕西省人本身经营的困难，也为其他地方的省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日升昌的出现，我们讲了，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里面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就是远足贸易的普遍的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的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100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福信谣传，万两之白银利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1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福信谣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线之繁，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已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真正成功的商人都懂得，要想自己获得利润，就必须先让别人得到好处。晋商既然能给整个中国带来一个如此巨大的好处，自然会获得比别的商人高出几倍、几十倍的利益。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7-8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历赖的名声。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的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
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那一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公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预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会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会商学徒，在今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附近劝募矣。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部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他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里希霍芬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我对这些东西非常有兴趣，也非常这个对过去的票商能达到的高水平啊，感到一种崇敬。因为它能够延续500多年，在当时的中国的各个社会的各个省里面，它这个作用达到了一个很辉煌的时期。就是说，没有一个金融组织曾经达到过票商这样高的水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票号这种商品运作进入到资本运作，和商品运作跟资本运作相结合，这个在近代经济发展中间应该是必然的一步。那么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是预在近代文明啊开始进了中国。那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啊，我们这个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啊，所以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了。这样子呢，这个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啊。那么在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啊，现在我们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啊。很可惜，后来因为外国银行进来，把我们就挤掉了，加上我们这个晋商的经济负担、战乱、税负特别严重，以后造成破产，这是一种很不愿意见到的一种结局吧。但是他历史上的功劳是中国是首创的。今天当我们穿行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时，您也许很难想象这些灰色的砖墙、厚实的木门后面发生过的一些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很难想象一些曾经名满天下的票号总部就设在这些古老的院落之中。100多年以前，票号商人就坐在这些厅堂之上，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他们的举手投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场波动。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些庄重的神情、沉稳的目光之后，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临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200万。在1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富盛宫就是山西一户姓乔的商人在100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山西明清两朝的许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当时山西人到西北谋生的经历。由于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种风俗。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闲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于县志中说，往往伏谷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易居其半。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呢，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呢，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呢，是数量是最大。所谓走西口呢，应该前后持续了将近300年，那么呢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呢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由于山西啊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呢生活比较困难，于是呢人口外迁，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呢，就是由于在这个内蒙这一带啊当时的边防的需要，所以晋商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明代中期时候这个内蒙这个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呢，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呢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呢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的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隅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沙湖口。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沙湖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什么样啊？过去我听你说这地方有3000-6000家人家，之后呢，这就一直到后世，
大头，包头细包头出了外界了。这话咱有个三四就是四五百家，从有一些是没名，一提起三活口嘞，叫小鼻井，有名。过去是天天叫动静动用的地方，我这个没家了，算不着。听懂意思了吗？听懂，听懂，您继续说。嗯，也没说说的，反正是过去有户部衙嘛。户部衙嘛。嗯，楼房挺多，72座庙。跑的几次咱们也记不住了，那就有么和找嘛嘛，这三家大有钱的。啊，你门前亲有戚干，做过大官。沙湖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作明清山西历史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临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但不论战还是和，山西可能都是连通中原腹地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定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富有出，国用不愧矣。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变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15年，朝廷调集9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清朝的史籍中说，其地不毛，贱货无水，指瀚海等沙气地方运粮有苦。清军一旦绝粮，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不仅如此，如果这一仗打败了，不但叛乱会蔓延到整个西北地区，甚至雍正的地位都有倾覆的可能。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玉斌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玉斌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玉斌运往前线的13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144万两白银买粮补运。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玉斌的名字，他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
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驴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范家在山西的老宅中仍有一些范氏后裔居住，这些本分老实的农民对祖先的事迹表现出一种茫然和陌生，在我们的一再提醒下，才从布满灰尘的屋子里找出这块说不清是哪个皇帝赐给范家什么人的福字。至于为什么赐予，什么时间赐予，就没人知道了。大一米四嘛，宽了一米四，长了是三米还拧，跟那三米一样。上九寿院练的。就个能碰的一个活字嘛，这个活字在单上来嘛，就个。这个都是九个路，这一半片是在又画上青笔写的字母。我给他拍遍了，实货拍。那是做点名时候崩了嘛，毁了，也就要等了点名嘛。九个路，画字都是金的，这画上还一半片是画上写的青笔写的字母。那是从北京。您抬回来，去海外这是没有汽车，您是扔台上走多长时间。范家以毁家纾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玉斌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获取，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西北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是陌生，生态也还是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个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想起来叫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的所有的用度啊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那么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的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中原的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那个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非常重要的门户。就是这叫因缘际会，在这么一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这些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发财之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现在他们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如果略微探究一下这些大院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乔家大院，这里过去曾住着山西最有名的一户大商人，他们的商号主要开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鼎盛时期，他们几乎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桂发走西口开始的。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乔桂发一分钱都没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来挣了一些钱，但是当中的买卖做的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了。但那个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呢，就请那姓秦的老乡在那守着呢。乾隆20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遇，那一年是粮食丰收，
老清那个时候呀，看到梁家雄便宜，他就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这一类东西，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呀这些的，因为他价钱比较便宜嘛，他从来也不红。不料想到第二年呀，那个时候天气大旱，一旱以后大庄稼种不下去了，只好种那个小丘，也黄豆值钱了，买卖有了转机，这老清就又把老乔又交到那儿去。两个人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比较就有点不一样了，有点规模了。归根结底，乔桂发走西口是因为穷。在当时，山西有很多像乔桂发这样的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儿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240步为亩，山西1000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11。”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30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100多次，平均3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不成。
车也满墙。对于过去的每个农村家庭来说，男人都是撑门立户的顶梁柱。男人走了，养家的责任就要落在这些妇女的身上，其中的艰辛不难体会。但走西口的歌词里，哀怨的成分却很少，说不完的只是一些表达思念的话。对于那些含辛茹苦走西口的人来说，什么样的离别场景能比这样的无奈之下的大义更让他们牵肠挂肚呢？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这是一张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沙湖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既然是长城上的关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100-200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的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压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出雁门关往北不到100公里，有个村子叫齐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沙湖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面对眼前的选择时开始犹豫了。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这处叫黄花梁的山岗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南面的人上来都在这里上来，那就说一把就是这就说一把这个料啊，这不是已经料在下面了，这就说是上一个花花两呀两呀嘛来吧吧呀，谢谢我老婆后下我的娘呀，这意思这就是也是一个双口流吧。哎，那他就没办法的了，他就不知道是哪头去，这个生意好生意坏，他就到这他就满血板呀，把这个血一团一满，就是满在那面就走，哪里就好一回他就走在那头了。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有个叫黑土癌子，从福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个黑土癌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好多人就葬身在这个沙漠里头，沙壕里头，被抢被劫的，还有什么就是被冻死的，因为他北方草地呢气候寒冷，它不像这个中原地带，不像咱们山西口里那样暖和，他不了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气象部门什么预报，他不了解，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没办法被冻死的，还有被饿死的，在沙漠里头迷失了方向，有个关，那么从这关在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刮了，那个也没有风沙，但从这关口一开大门，我开过那个大门，外边呼一股风就吹进来了，那么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花园了，到处是风沙，所以那个走西口那个漏沙，它是真是到现在都能看见山西人的骨头啊，尸骨，白骨累累。结冰啊，零下40度，啊，夏天热的话能昏过去，啊，就是这样的话，山西商人照样走过去了。所以山西人讲的就是，我搭着命在走西口。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但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有一次有个姓董的，结了婚，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要走了以后赏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3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西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了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后又去找，第3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一个人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向山西口音，就往打听说短荒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差不多，后来他就往短荒去了，到庙里一听这是口音，就是山西榆次人，马上就忘他什么名字，这个老和尚还没有回答，这是来访的这个年轻一下跪下就叫父亲，最后一道就是他父亲。人生代代无穷已，父亲走了，儿子又跟上，后来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终于有了钱，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坐标，于是儿子又会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断重复着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几乎像一种山西人共同的命运。这些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建立起来的，当然他们不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乔家大院是经过6代人的手才最终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远，它的奠基时间是明末清初，
常家庄园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贸世家，他们的宅院是经过200年风雨和整个家族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规模。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砂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桂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那么这些推车摆摊卖苦力的山西人凭什么就在草原上把小买卖做成了大生意呢？他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啊，他那种敬业精神啊，使他呢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啊。我过去采访这个山西商人，老的山西商人啊，跟他聊天啊，说着说着，说到激动的时候，语速快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就把汉语变成蒙古语了，就是说蒙语变成他的母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和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了。这是因为他从小从14岁学徒，掌柜子就把他放在草原上，自好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西蒙俗。用蒙语啊，就是对顾客要尊重，要掌握顾客的心理啊，这你才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呢？他这个商业为什么能够别人的几个倒塌啊，无法排挤他，他和那个顾客的关系达到这种程度。他要学习蒙语，学习俄语，学习维吾尔语、藏语，为什么他的学徒不学这些的话，将来业务没有办法开展，打下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史记里面记载的话呢，就说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不管是伙计，人手一册啊，早暮的话呢在那儿背诵啊，说乡间那些世子们甚至他们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啊勤快啊。当时是记载，那么后来在市场上呢就看到一本，就是这个这个蒙古这个番语这个记载。那么这里面就是蒙古语和这个汉语的话呢对照，学习蒙语的一种办法，而且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怎么样做生意的啊，比如你带剩货嘞啊，你卖剩嘞啊，这些那么在蒙语里面怎么说啊，货不对路了啊，这些，所以很多内容都是这些。另外呢就写问候呀，平常处理一些关系拉关系啊，这种啊用语。所以这些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那么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呢，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啊，针灸知识。你见了这个牧民的话呢，哎，有病了你跟人家看看病，哎，搞点中草药给人家针灸一下，他病好了非常感谢你，互相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雍正4年，雍正皇帝和俄国叶卡特琳娜沙皇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边境城市恰克图为两国的贸易口岸。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急迫地需要和中国进行正式贸易，想得到一种当时只有中国才出产的商品，茶叶。这种绿色的树叶对俄国人来讲，与其说是饮料，不如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一个俄国历史学家说，不论贫富，年长年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做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5次之多。有需求就一定要有供给，谁先掌握这种商机，谁就有可能发财。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最早出现在恰克图的
就是山西商人。从恰克图贸易来讲，在这个问题上最早研究的是瞿绍淼先生，他在《山西外贸志》未刊稿里面收集到一条很珍贵的史料，也就是格兰顿将军周游世界以后，国人问他什么足以向大家称道的，他说足以向大家称道的是犹太人在世界上经商颇为有名，但是胡夫变发之中国小商人迫使犹太人让出了很大一部分市场。这里所指的胡夫变发之中国小商人主要就是山西商人，因为恰克图贸易呢主要是山西商人垄断的，而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市场当时占到了就是俄国对外贸易的49%，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19%。实际上马克思谈到中国有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恰克图贸易。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做了很多的统计数字，据我所翻阅的资料考证呢，在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人20多家，其中两家是非山西籍的，好像是北京一家新疆一家，剩下呢全部是山西人。就是恰克图贸易啊是要山西垄断的，整个这个属于茶叶贸易的这路线呢也要三个重要市场，恰克图是第一大市场，第二个呢就是海拉尔市场，这是东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塔尔巴和塔城市场，就现在阿拉山口往西去的那个方向，这三个重要市场，但交易量最大的还是恰克图市场。从康熙那届开始，这条路上已经行比较活跃了，一直活跃到了直到和这个蒙古中国蒙古俄国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就是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个路线才基本上冷落下来。茶叶虽然是当时有可能成为大宗贸易的商品之一，但山西不可能出产茶叶，中国的茶叶产地都在遥远的南方，山西商人想要做茶叶生意，必先远涉江湖到江南采购，再迢迢万里地赶到恰克图销售。这样的生意即使一个家族的人口再多也不可能独自完成，因为它不同于在家门口开杂货铺。中俄两国开展的是大规模国际贸易，需要大宗货物的长途贩运。当时最交易额最多的时候是1000万两白银，在当时的白银1000万两是了不得了，这么多银子到了恰克图怎么办？可是往回运的话呀，这个不毛之地就两三千里啊，其中有俄国匪徒、蒙古匪徒，还有这个咱们汉人匪徒，这个所以这个晋商啊，带这个损失相当厉害。当时的话又没办法，非必须得把这银子往回运。这晋商呢，赶紧想出一个好办法，就地在恰克图铸造银锭，多重啊？1000斤，这叫千斤锭。这个千斤锭啊，就为这个千斤锭啊，就专门做这个木车，木头的车，用硫拉纸，一步一步的话，先送到张家口，由张家口再送回晋中、祁县呐、太谷啊、榆次啊，再送回到这儿。这个一次也没有遇到打劫，劫匪一看1000斤，动不了，所以当时商人呢就管这个银锭啊叫没奈何、无奈何，就是说强盗看见之后抢不走。沿山西商人开辟的商路一路走过来，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这种会馆的功能不仅仅是联络乡谊，他们当初还被山西商人当作休息的客栈和堆货的货场。在这些会馆中最显要的位置，山西商人都修建了供奉关羽的殿堂。他们对关羽的崇拜还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在中国许多地方，商铺的显要位置都供奉着关羽的神像。此时这位山西籍的神圣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公平信义，它还象征着财富和兴旺。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这样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这是一张山西商人开辟的商路示意图，它南北纵贯中国，东端则从天津开始，一路向西，经过西北地区所有的重要城市，最终到达俄国首都莫斯科。那首曾经听起来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时已被山西商人唱得大气宏博。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无收呢？这片墓地呢，这就是也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这个山西人经商，在包头经商以后他们回不了家，过去的交通什么各方面都不发达，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坟地，叫齐泰义地，也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这块坟地，所以属于他们这个籍贯的地方的人都埋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那么随着年代这个历史的沿革了，好多其他外地人也进来了，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安徽的等等，因为包头现在三百年的这个移民城，所以进来许多人，但最早的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所以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就葬在这个地方。这个触犯了法律的，这个判了刑的，最后因为丢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这个地方。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365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365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